是更清新空气，请问要无意的闻到野花香。呼吸安静全场，只有在今年灯的心上，全体鼓掌，熄灭灯光，神奇的花儿就要登场。屏住呼吸
精灵，错纵谁的爱情。却发现熟悉的名，夹在少年内心柔情，冰封坚挺的雪飞。今晚是你专属，配一首绵绵的音乐，晚风玫瑰星辰一夜夜的诗意，缓缓躺入每个梦里，这样一字一句，这样披着欢喜深情的老去，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，不管是狂风暴雨或是天晴，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，用温柔的声音，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，不管在巴黎上海或是东京，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，直到我们闭上眼睛。 Let's记者的采访镜中间静寂寥，一段刻板的开场在意义内有何群装，千人一面万人一腔，凝固的气场哦，静静原谅
照，每种事事都像刽子手手里的刀，一个女性成长要历经多少风暴，做自己才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。什么口红什么包包不自己挑，什么人生什么梦想不自己造，保护好那一抹最真实自在的笑，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 A 到爆。波波头好可爱啊！春春呢，每一年在我们江苏卫视的跨年都会给大家带去特别特别多的惊喜。今年的表演是不是特别有腔调，特别有范儿呢？就在几天前，人民日报新媒体邀请春春联合设置并发布了《再见2020》短片，《2020无价的你》。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有什么是我们觉得最珍贵的呢？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，请看 VCR。202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，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包容，更能体会周围人的不容易。也许前方的道路总是布满荆棘，但我们的内心要保持坚定。2020让我发现，原来最简单、最平凡的生活才是无价的，因为我们有人努力和付出，才能有这样的简简单单的生活。岁月静好是无价的，有老师的陪伴是无价的，没有意义是无价的，健康是最重要的。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，2021年马上就来了，希望我们都可以快速成长。你要全力以赴，要活得敞亮。再见，2020。你好，2021。每一个人啊，对于无价的2020啊，都有自己的理解，有印在逆行背影里面的坚强。刻在隔空的拥抱里面的温度，写在上天入海梦想里的浪漫，当然还有这一年最平凡但是却又珍贵的那一个无价的你自己。是的，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奋战在一线勇敢的你是无价的你，在我们脱贫攻坚的道路上面充满梦想坚定前行的你是无价的你。今天的春春用无价这个主题来串起今晚整个的表演，我想问一下，是怎么样想到这个主题的？我相信2020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，在这一年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受，然后让我们更加懂得去珍惜我们的生活，珍惜生命的价值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热爱，我们心中的梦想其实都是无价的。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向2020说再见，也共同的来迎接新的2021。说得很好，这一年对不容易，是的，但是我们都扛过去，
相信明年一定会更好。2020真的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无价的，我们的家是无价的，我们的爱是无价的，我们的生命也是无价的，当然我们的勇气、梦想和信念也同样是无价的。无价的是道阻且长，但我们不曾畏惧，无价的是寒冬即过，未来必定生机盎然。非常好，这段话说的啊，让每个人都非常温暖。那么新年要来了，春春，每年照例到这个时刻，来年有些什么样的心愿，或者对于大家的祝福，现在可以表达。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感慨会特别不一样吧，就是可能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非常的特别，所以呢就是很满足，很满足，就是大家相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国泰民安，山川清远，亲人在侧，是我最深重的感谢，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得偿所愿。谢谢春春，也谢谢今天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即将过去的2020年，我们披波斩浪，勇敢前行，向着更好而不断的努力。因为有你，这个时代勇往直前，有你才有更好的时代，更好的时代值得更好的你。孟芝兰、孟六家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做好准备，跟我们一起倒计时，为即将到来的2021年全场倒数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新年快乐！2021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终于来了，2021年，拥抱你们身边的最爱的人吧。各位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愿望啊，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祈愿。那我们再来问问金晨呢，新年有什么心愿吗？希望永不寂寞。对，我们都来为你打 call。当然。加油！你已经跨过了2020，现在已经站在了2021的新起点上，那就让我们一起举杯吧，朋友，敬时代，敬自己，用孟芝兰、孟六家，敬过去一年步履不停的我们，也祝福新一年勇于挑战、奋斗不止的每一位。各位，干杯！快乐！干杯！等你们半天了，干了个寂寞呀，清晨，你干了个话筒呀，我们俩干个话筒。好样的！祝福每一位勇于挑战的朋友们，祝福大家，更好的时代值得更好的你。下面请欣赏孟芝兰、孟六家的新年